这种鱼儿爱冲浪，水车抓捕有门道。这种鱼儿有洁癖，养它得找仨伙伴。一池养出四种鱼，生态循环又赚钱。科技院马上为您讲述。 各位好，欢迎来到由正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，让我们共同感受农业科技的魅力。在云南省宜良县，有一位养鱼大户叫殷奇峰，小伙子年纪不大，才20来岁，可是本事不小，养了一种在当地非常珍稀的鱼，而且养鱼的方法也非常少见，这就是给这种鱼专门配上几位伙伴。殷奇峰这样做，有什么玄机呢？ 2019年1月，殷奇峰的养殖基地又进入了一轮非常忙碌的捕捞，这次又是满满的收获。看我们的鱼，河蚌辣条多好啊！今年又丰收了。在捕鱼的时候，殷奇峰他们的方法也很奇怪，先是用大网眼的网子来捕鱼。 这网子下去，捕上的鱼品种可丰富了。我要下水了，可以了。往那边走，开了啊！哎呀呀呀呀呀！我也下水抓鱼了啊！来来来来来，这里是吧？哎，你传好啊！哎呀呀呀呀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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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
抓鱼了，抓鱼了！哎呦，这是啥鱼啊？大头鱼。殷奇峰他们先把这三种鱼捞上来以后，他们还会改用小网眼的网子再捕一次鱼。起来！这是因为殷奇峰在池子里除了养了这三种大个头的鱼，还养了一种小个头的鱼，就是康浪白鱼，又名康浪鱼。殷奇峰这一个池子真是够热闹的，那他为什么要在一个池子里养上四种鱼呢？其实殷奇峰刚开始养鱼时，他在池子里只养了一种鱼，就是抗浪鱼。它们是云南抚仙湖特有的鱼种。抗浪鱼我们放的规格大概是8到10厘米左右的，然后每一亩呢放20000尾左右。这种鱼的最大特点就是喜欢冲浪，哪儿有浪就往哪儿冲，所以当地人管它叫抗浪鱼。正是因为当地人掌握了抗浪鱼喜欢冲浪的特性，人们钻研了一种很特殊的捕捞方式。在自然水域来捕捞它们的时候，采用水车捕鱼。当水车搅起浪花后，就会引的鱼往水车下面的浪花里钻。当它们冲过水下的浪花，就进入设置在水车后面的鱼篓里去了。
在云南抚仙湖，抗浪鱼的捞鱼方式很特别，吃鱼也很有特色，现捕现做。把捞来的鱼放在铜锅里煮，放点盐，撒点葱花，味道特别鲜美。不过现在野生抗浪鱼数量非常少了，濒临灭绝。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很娇贵，对养殖的条件要求很高，要想人工养殖很难。在养殖抗浪鱼的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，然后我们投下去的料有些它不能及时吃完就沉底。抗浪鱼属于上层鱼，喜欢在水体的中上层活动。饵料投下去，鱼只在上层吃料。鱼没及时吃着，料就沉入水底。而抗浪鱼通常是不会去底层觅食的，剩料会长期堆积，另外加上鱼粪长期在底部积累，水体就会恶化变肥，进而产生大量的浮游生物和绿藻，不利于抗浪鱼的生长。抗浪鱼它是非常挑剔的一条鱼。抗浪鱼非常挑剔，首先它对水质的要求很严格。在自然环境下，抚仙湖的水质很好，可以说得上是清澈透明，抗浪鱼可以生活得很好。人工养殖环境里水质稍差，鱼就活不了，严重时会出现大面积死亡。如何解决这个麻烦呢？如果频繁换水，成本太高，对鱼的惊动也大，因其风寒头疼。怎么才能让养殖池中的水质一直良好呢？他就想，能不能放些其他品种的鱼进去呢？首先，新放进去鱼要能够改善水质，另外还不能伤害抗浪鱼，最好经济价值还要高。因其风做了多次实验，最后选了两种鱼，一种是滇池高背鲫。它们分布在云南滇池、金沙江、牛栏江等水域。这是高背鲫是吧？对，这是高背鲫。高背鲫这个背挺高的啊。滇池高背鲫，它主要是一些底栖的一些有机碎屑、一些饵料残渣，还有一些水生昆虫为。高背鲫进去后，吃比多余的饵料，可以清洁水底杂质，对水体有很好的净化作用。而且高背鲫也属于云南的六大名鱼之一。
这鱼卖多少钱一斤啊？这个是100多。抗浪鱼吃掉了中上层的饵料。高背鲫把落在中下部的还有底部的饵料吃完。这么一来，饵料就不会污染水质了。但是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，高背鲫也会产生排泄物的。再加上抗浪鱼的排泄物，水体难免会变肥。浮游生物和绿藻就更多了，水质还是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。怎么办呢？试来试去，他们又选了当地的一种珍稀鱼类，就是大头鲤，来作为清洁工。这个是大头鲤，一个鱼的外观特征是头占了身体的1/3。大头鲤的体型跟鲤鱼十分相似，但是头部较宽大，体型似鲤，所以得名大头鲤。分布在云南省的新云湖和绮麓湖。大头鲤主要生活在水的底层，以浮游动物和藻类为食。他们在池子里可以滤食掉水中的浮游动物和绿藻，进一步改善水质。有了高背鲫和大头鲤的帮忙，池子里残饵和鱼粪的问题就很好的解决了，这样养殖池水质清澈。池子里请了高背鲫和大头鲤两个清洁工以后，水质确实得到明显改善，可是抗浪鱼还是养不好，死鱼还是会发生。殷启峰观察来观察去，发现问题是出在较弱和病死的抗浪鱼身上。这些弱鱼和病鱼可是水池里的杀手。这些病鱼弱鱼死了以后，通常会先沉底。过几天腐烂后才会浮上水面，然后才被养殖人员发现。可是等到死鱼飘起来再去打捞，就已经晚了。死鱼产生的病菌已经在池塘里大面积传开，给殷启峰他们造成巨大的损失。怎么才能及时地把弱鱼病鱼清除掉呢？可是纯靠人工捞，难免会有漏网之鱼。于是殷启峰就想，能不能请种鱼，把这些弱鱼和病鱼及时吃掉呢？那到底选什么好呢？经过对比，最后他选中了倒刺巴。这个是倒刺巴，我们地方上叫它红脸青，你看它脸红红的。云南倒刺巴主要分布在抚仙湖、星云湖、阳宗海等水域，主要生活在水体的中下层，它们游的速度比较快。倒刺巴食性也比较杂。
道士鲅它可以捕食一些小型的鱼类。道士鲅不但能当清洁工，身价也很高。道士鲅我们现在可以卖到180一斤。经过摸索，因其封在混养模式下，通常会按每亩水面投放50尾的标准来放道士鲅，大小在1斤左右。关键是投放的时间，在当地必须是5月份。为什么这样放呢？首先在池子里，这个时候的抗浪鱼个体大了，活力强的鱼道士鲅是吃不着的。而池子里弱鱼病鱼会被迅速消灭掉。在池子里，道士鲅仅靠吃弱鱼病鱼是不够的，还得给他们准备其他的食物。不过殷奇峰说他们早已经放进去了。那是什么呢？那就是高倍剂。他们不用交配就能够繁殖后代。这个滇刺高倍鳍雄鱼比例很低，所以来说呢，我们把它叫做鱼类的女儿国。殷奇峰之所以选中高倍鳍，就是看中它两个特点：一是它能吃中下部的饵料，帮着净化水质；还有一个特点，它们特别能生。高倍鳍2月份放进去3两左右的，一亩放600来尾，5月份就可以繁殖，一次能产400多枚卵。卵和小鱼苗恰恰是道刺鲅的美食。道刺鲅既能吃掉弱小和有病的抗浪鱼，同时还能够吃高倍鳍的小鱼做补充，这样养在池子里的道刺鲅基本就不用再投什么饵料了。殷奇峰给抗浪鱼找来高倍鳍、大头鲤、道刺鲅3位伙伴，水质确实好了，弱鱼病鱼基本也被消灭了。可是一个池塘一下子多了这么多鱼，那水中的氧气怎么能供应充足呢？瞻仰是采用这个底部瞻仰跟这个水车式瞻仰相结合的方式。首先，殷奇峰他们专门在池子底部安装了纳米增氧系统，气泡由底向上升浮，促使氧气充分融入水中，增加了底部溶氧。他们还可以造成水流旋转和上下对流，使得池中上层富含氧气，实现池水均匀增氧。除了把纳米增氧管安在底部，殷奇峰他们还在水池子的中间安装了水车式增氧机。水车旋转过程中激起水花，一方面把表层的水压入池底，另一方面将水推向后流动，水波向四周扩散，将水面大量的空气进一步溶解到水中。水车和底部纳米增氧相结合后，这样让整个池子不留有任何死角，能够保证池子里所有鱼都有充足的氧气供应。在池子里请进了3种鱼，该改善水质的改善水质，该吃病鱼弱鱼的吃病鱼弱鱼，
他们各司其职。再加上氧气充足，抗浪鱼在里面长得健健康康的，它们品质更好了，一亩池子能收获400多斤抗浪鱼，另外还能够多赚3份收入。采用豢养模式以后，我们这一网子打了上千斤鱼，每亩收益比以前多了4-5倍。不过在捕捞的时候得注意了，不能把4种鱼合在一起捕捞。抗浪鱼是细鳞鱼，它的皮肤很细嫩很光滑，如果只用小网眼的网子把这4种土著鱼一起捕上来，它们都混在一起，大个头的鱼鳞片硬，抗浪鱼的皮肤嫩，它们互相摩擦后很容易伤着抗浪鱼。然后这条抗浪鱼就受伤的，哦，这鳞片活不成了，鱼就没人要了。所以在捕鱼的时候，殷奇峰他们先用网眼是3厘米的网把高背鲫、大头鲤、倒刺巴这3种大个头的鱼先捕上来，那么个体小的鱼自然就从网眼中落漏下去了。池子中就只剩下抗浪鱼了。抗浪鱼它个头比较小，商品鱼的长度是12到15公分左右。然后再用网眼为0.8厘米的网子把抗浪鱼捕上来。网布的软丝也很柔软，也能尽量的避免损伤鱼体。现在市场供不应求，一斤可以卖到600多块。小编提示您，抗浪鱼是云南省特有的珍稀鱼种，对于养殖要求是比较高的。适合生长的水温是18摄氏度到25摄氏度，同时水质要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2级以上。好了，如果您想了解今天节目的相关信息，请您留意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。感谢您关注由正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黑龙江省的韩国胜养猪不走寻常路，费斗水费秸秆，别人不要他全收，这个不用花钱，就连空气他都不放过。韩国胜养猪究竟有什么制胜法宝？科技院下期讲述。